现在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是北强南弱，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情况呢？大家看看，实际上北方呢是叫 BF7，BF7 实际上也是 BA5 的一个突变株，一个突变，啊，它叫 BA5.2.1.7 这么一个点分，啊，这是两个来说呢，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呢？啊，基本没有，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法。就是在什么地方啊，它的菌株就比较弱，什么地方菌株就比较强。那个，包括在北京啊，在朝阳区的话，这个菌株就独立强；在海淀区的独立就比较弱。恐怕这个呢，还没有更多的根据，主要是整理一些个例里头啊，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。